哇塞！哇哇！
帅当明哥是哥，我叫什么啊？宝哥。好，这位就不问了，这位观众不听使唤。哎，等一下，我旁边这位，哎，行，请问一下，对，哎，有女朋友吗？我自己有在看。没有。哇，你真正带女下来了吗？一定要没有女朋友，原因是长太帅。长太帅哥没有女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姓帅，当明哥是哥。我姓帅，两个字，哥哥。哇，帅哥哥。那对于带女朋友来练武这件事的看法是？很好，非常好啊，非常好啊，我非常好，非常好，所以他啊，所以本身是没有女朋友，哎，对，没人要啊，没人要，就一直处于把不到的状态，对不对？就长得帅也没用，对，好，谢谢，哎，导播，换一支麦克风好吗？有点酸了，不好意思，手有点酸了，哎，接一下，最后我们来访问到麦克风。对嘛，轻松多了。还有谁？我们跑到这位左岸小路先生。先生，来问一下，就是什么学校？我叫做台科大。台科大叫什么名字？我叫我名姓朱。好，那不是重点，你不要扯废话。好，有没有女朋友？没有。哎，对，哪里做错不行？怎么可以交女朋友？对不对？对于练舞的时候带女朋友来的看法是还不错，可以加温的一部分，是不是？就是我可怜没有人要，就是你在跳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你帅气的一面，真的是不是？对，然后回去也可以有温柔的，真的，也还可以运动。好，谢谢这位观众。来，接下来我们访问，这位先生，请问叫什么名字啊？看你印堂发音就知道你叫黑人啊。好，请问一下有女朋友吗？有女朋友。那对于带女朋友来练舞的看法是 OK 吗？今有带女朋友来吗？有吗？今天有带女朋友来吗？有吗？有是吗？三只麦啊，开记者会啊？有吗？请问一下，你好，我们是这个世界非常奇妙之你真的很奇妙的这个外景现场哈，这个目前为您访问到的是这个疑似是刚刚那位是什么印堂发黑的黑人先生是吗？对，印堂发黑的黑人先生，他绯闻女朋友现在来到我现场。小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什么称呼啊？他姓范，名叫我出去小姐。对，范我出去小姐，没错，范我出去小姐。我想请问你一下，请问刚刚那位也是印堂发黑的黑人先生跟你是什么关系呢？好朋友，只是好朋友吗？你再说一次是什么关系呢？非常好的朋友。你说我你的家你的好朋友，只是好朋友是不是？那看来这个印堂发黑的黑人先生，他印堂真的发黑了哈，没想到你要做的好朋友而已，真的是非常的凄惨。好，既然那么凄惨，我也不方便继续问下去，我们把现场交回给主播。好的，我朋友回来了。这个刚刚我们已经接受了 SNG 我们的屁王先生的访问，所以呢知道说带女朋友来练舞是一件非常不妥的事，而且呢如果迟到的话要记得带饮料，否则呢这一切呢都将会被大家公干。哦，还有一位，外景主持人，我刚刚好像还有另外一位哦。来，我们先还有一位吗？听说是白薇小姐，白薇小姐，有什么特征的？白薇小姐，没有化眼妆，很白，没有化眼妆，穿得很白，没有化眼妆，穿得很白。这个小姐，有点眼熟，请问小姐，你好，小姐，看一下镜头好吗？我们这是世界非常奇妙，其实你真的很奇妙的天使。对，来，请问一下，这个怎么称呼？苗小姐，我们这边的白薇，她就是白薇小姐出现了啊。我想请问一下白薇小姐，请问你这个你现在人在这里干嘛呢？等人等谁？等什么号？招什么号？招什么号是吧？请问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张东西。就是一个只是非常好朋友的关系，看来哈这个拉丁组真的是哈蛮没有异性缘的哈。对，
明明是女朋友，硬说是非常好朋友的关系。旁边这位也是，哦，真的是非常的可怜。既然这么可怜，我们真的也不方便再问下去，再问下去真的会出人命。我们把现场交还给主播。哎，好的，好的。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带女朋友来。带女朋友来呢，最好是带饮料，带饮料就一切事情都没有了。很好，世界真奇妙，今天这个节目差不多要告一段落，希望大家能继续收看下礼拜《世界真奇妙》。我是主持人帅哥，世界真奇妙。你真是有够妙。我们下周见。后事后事。好了，可以，收工收工。好，谢谢帅哥。帅哥今天好棒哦。我都没有吃过。要领多少？耶！来跟大家 say hello， 耶！耶 ，say hello， 今天才主角。Yeah.